看到你来了秒怂。没事儿，剃了毛过几天就长出来了，你别这样子好不好呀？这个毛剃了又不是不长，你理理我啊，你搭理搭理我好不好？你看看你们俩，你们俩是狗吗？啊，你们俩像个狗吗？你们俩像狗吗？你俩是什么啊？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好震撼，好夺目，好炫彩。稍到需要赶快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要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和你生一群。见到你的地方